你勤快啊。哎呦，还有尚书公干嘛？你那么勤快啊。哎呀，肯定勤快啊，我在做我一个人。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不用不用。哎呀，我帮你嘛。来这里干嘛？哎呀，我想叫你今天晚上我们去吃生蚝、烧烤。吃生蚝，吃烧烤啊！等一下，全村人又在那里说是非。说什么说？你的老公要走了。我就是一个光棍，怕什么咯？你光棍也不拿镜子照一下自己，哎呀，什么样还来这里？将就一下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你走开，走开，不要，走开！摘个果子给你吃，来摘什么摘？哎呀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摘个果子给你吃。哎，你走不走？哎呀，你走不走？吃吗？吃吗？哎呀，等一下，哎呀，哎呦，这个死光棍老是来这里骚扰我。气死人了！嘿，金花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干嘛来我家门口？等你啊。等我干嘛？我一个人的，我不想要别人在这里等我。听说你家那个水龙头坏了，我过来帮你加新的。啊，谁又乱扯这种是非呀、啊？我家哪里水龙头坏？我在村口那里听那些八婆说的。八婆，你那么爱八婆，那你去跟那些八婆啊，不要来我家门口。哎、水龙头没坏吗？没坏。啊，灯泡坏了没有？没有，啥都没坏。你滚了、啊，等一下。洗衣机坏了没有？哎呀，都没坏。等一下，你老婆看见我就麻烦大了。你不要来我家门口。我才不怕那种来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村口那些八婆又讲我是非，说我发飘啊，说我怎么样啊。你快点滚，不要来这里啊！快点让开，我要回家。帮你炒菜吧。我不要你炒，快点走。洗菜。不要你快点。洗菜也可以啊。哎，老公，我怎么成天走遍了找不到你啊？哎呀，你这个狐狸精，又来勾引我老公？谁勾引你老公？你老公自己来我家门口，不知道那鬼鬼祟祟的干嘛来的？来这里干嘛？整天往寡妇家跑，整天往寡妇家跑。管管你家老公啊，整天来我家这里干嘛？啊、你想干嘛啊？你想干嘛啊？你给我滚回去！没干嘛，我来这里。那你来这里干嘛？你们怎么啊？在陪门口吵架吵什么呢？这个狐狸精勾引我老公？没有，不要乱说人家。什么叫狐狸精勾引你老公？那你整天往这里跑？我听说他家那个水龙头坏了，帮他修的。哎呀，我们家的水龙头都坏了、哎、半个月了，没见你修。你整天来陪人家门口干什么呢？我在这里，躲雨啊。躲雨是啊。又说修水龙头，又躲雨，这种男人。你。哎呀，滚回去！难怪你老婆整天在我面前告状，讲你来金花门口乱七八糟。哎呀，村长你来得好啊！哎呀，这些，哎呀，阿猫阿狗老是来我家门口蹲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所以说，以前我跟你讲过，你要找一个人家家啦，整个家有个保护你，不然这样的话，别人肯定来找你。整村人都讲你闲言碎语，讲到你都抬不起头来。哎呀，可是我都找不到合适的。那这样吧，我懂了一个，我隔壁家的，我带你去，好吧？如果你愿意，我带你去看。如果适合的话，成个家，有人保护你，有人疼爱你，你一个人确实不容易。是不容易啊，还要带一个六岁的女儿，也要送她上学，还要插香，还要种地种菜，很多工都要做的、哎、好吧，也行吧，行吧，我现在都同你去，现在去啊。啊，那这个菜放门口就行了，我同你去。哎，走吧，来，跟这边走。哦，哎呀，村长，哎呀，你看我带着个拖油瓶去，等一下人家会不会嫌弃我呀？我们中国有3000万多广棍，就是我们村附近都有200多个，做过不做渣不活那渣活，先看先吧。还是人家肯定有点忌讳的这种。反正总有一家喜欢你的，你放心。哎呀，你看我家，你不看没有做过忌讳，你整天在家会被人欺负。我看在心里，我看在眼里，我疼在心里。我又没有天天能帮到你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说的也是。不啰嗦那么多了。跟我去，好吧。好吧。哎，哎，带酒啊！是的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你啊，怎么风把你吹来了？我有一件事，你又不去广东做工，你整天在家里，你做工没有个帮忙也是麻烦的。我今天带一个姑娘给你看，如果你愿意成家以后呢，就多一个帮忙。
长得好漂亮，漂亮吗？你好。但是啊，我又有一个先讲明白给你听，他曾经结婚过，有个孩子，六岁了，那代班了，去学校代班了。如果有孩子，对对对，对啊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不用出力，就成老爸了。那行啊，我是愿意啊。哎呀，不过啊，我老爸老妈很传统很封建的，生过孩子那种他不喜欢。这样啊？是啊，我喜欢啊，但是也是长得漂亮我也想，但是也让我老爸老妈就啊，不理他了，做个妈宝男的。妈宝男、妈宝男听老爸老妈说的，没有主见的要干嘛呢？带什么当肉？你想买个东西吃东西还要问老爸老妈、你就问老爸，如果以后啊，过年过节有孩子以后啊，连杀个鸡他又问老爸老妈你吃什么呀，也是这样子太麻烦了。就这样吧，你先回去问你老爸老妈吧，我们走了，没空。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先吗？聊不聊了吧，不聊 了吧，到时候我带那个拖油瓶给你，你也整天嫌弃我，那这样子的日子也过不下去。对呀、我们算了，村长，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好吧。好，先介绍一个不结没结婚的，那你好吧，下次再说，好吧？好好，记得啊，村长，金华村长啊！金华，我带你去看了五六家了，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？那些要么就是太老，要么就是妈宝男，要么就是寡公老那些。你看我喜欢的人家又不喜欢我，又喜欢我的我又不喜欢他。我让你找了五六家，你不累我都累了。干脆这样吧，到我家周先生睡觉好不好？不用吃了，等一下我回家自己炒菜就行了。这样也可以啊。哎呀，村长啊，你说你家大飞在家吗？我大飞在家。你大飞在家呀。村长，其实我老实跟你说吧。说吧，你直接说。其实平时你家大飞经常帮我忙，其实我对他是有点意思的。对啊，我大飞都热情啊，平时啊。对啊，他也帮过你是吧？他经常来帮我，就是说我对你家大飞是有点喜欢。是这样啊。但是我大飞对你的印象什么样那我不知道啊。那他在家吗？那在，我叫他出来好吧。啊，行啊。大飞，出来一下。老爸干嘛？是这样的。大飞。金花你，怎么今天这么有空啊？我听说你平时啊也帮不了他忙。是。意思这样的，我听他说有的瓜公老啊、阿猫阿狗啊，到他家骚扰。对啊，老是来我家骚扰。他如果不睡不成家，没人保护他。我看见了，真是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也不能天天遇到有发生事我都斗场啊，不可能是吧？是啊。他刚才说你帮他，他对你有一点意思。这样啊？你该怎么样？你老大不小了，差不多40岁了。如果你想成家的话，你愿意的话，我也高兴。哎呀，老爸，有你这句话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其实，我也有点喜欢金花。肯定喜欢我。肯定以前怕我反对。是啊，那你看见人家带了一个小孩，所以说不敢跟你说，我也不敢跟他说。之前那个，人家那个媒婆介绍了好几个，都没有一个合适的。其实的话，我也有点喜欢他，就是我怕你反对，又不敢跟他说，也不敢跟你说。我不反对。就让我直接当爷爷了，我也高兴。出来，这样啊。其实我也感觉得出来，大飞你对我有意思。但是你不嫌我家穷就行了。我哪里敢嫌弃？你看我带那个拖油瓶，我都怕别人嫌弃了，我哪里还敢嫌弃别人？如果不嫌弃的话，现在再说，我直接去买菜，好吧？可以啊。你们先，好，好，我去买菜啊，好。哎呀，这求之不得啊，哈哈，买菜噻。